明天天气如何？要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好，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8度，高温有26度，1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一春日，低温16度，高温28度，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，低温14度，高温28度，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纳马乡茂林，低温只有9度，高温28度，也是2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好，接着看到嘉义阿里山10到24度，3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，新义低温只有7度，高温24度，3到4成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2到22度，也是有3成的降雨机会。苗栗的南庄、狮潭、泰安，低温14度，高温22度，都是3成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，低温10度，高温有24度，2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、桃园复兴，低温14度，高温23度，5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宜兰地区13到24度，7成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，低温20度，高温有25度，2到3成降雨机会。寿林万荣14到25度，也是4成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8到25度，5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18到24度，4到5成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、富里低温只有7度，高温24度，4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，低温20度，高温有26度，3到5成降雨机会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，低温10度，高温有26度，3到4成降雨机会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，低温18度，高温26度，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，低温只有16度，高温27度，3到4成降雨机会。兰屿地区21到26度，有3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，低温15度，高温有21度。